1月22号，香港歌手许志安在九龙湾一家商场举行新专辑《许志安十八恩事》签唱会。这张专辑是安仔与香港四大乐团合作的作品，在合作期间也擦出了不少火花。我觉得这一张专辑可以怎么说啊？记载了我跟那个乐团的那种 band 上的感觉，可以走在一起。我希望可以。这张专辑不单只是一个时候的一个专辑，是可以再过几年都可以拿出来见证一下香港的音乐。这次活动吸引了大批安仔的粉丝到场支持，安仔也与楼上楼下的粉丝亲切地打招呼，一起唱现场新歌，让歌迷们先睹为快。半年蚊巾，可有你跟我？今都放低所有背包，一日停爱飞入太空。唱完歌曲之后，安仔还与新语粉丝大玩游戏，并将新碟作为礼物送给粉丝。活动期间，主办方又安排财神上台送祝福，希望安仔的唱片大卖特卖。刘德华坠马受伤事件引起全球华人关注，安仔的老婆郑秀文与华仔的关系特别要好，当然也要分外关心，因此安仔也不忘为华仔祈愿。我相信每一个喜欢他的人都担心，希望他可以早日康复，早一点就是回家过年这样。蚕食了根绳，谁年纪？今天兴不兴？请问谁定？